圣光，你平静。只有我搞不懂吗？逆风转弯。 亮才是一切！燃烧吧！剑锋！什么看守者？凶光还来！ 来吧，一起祈祷。剑锋，燃烧吧！强化防御就是最好的防御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 我想想，谁都别想过。 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哎呀，中了！
功，给我好好服从。你要正面思考，朋友。工作不要再偷懒了。我以信仰为凝聚，我以意志为武器。回剑姑，别打扰死者。谁都别，你打败我了。不等人。我认输。报道，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建筑，也不懂得尊重死者吧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。黑暗的牢房替你准备好了。你只是拖油瓶。
都别想过。别打扰了。